都跟 FAQ 系列的第29集。那这一集我们要讲，因为国中生其实很忙，那可能礼拜五的时候就会开始熬夜，然后干嘛玩电动，然后假日的时候就比较晚起来。那我们就看看国中生都几点起床吧。FAQ 你平常假日几点起来？50万点。你平常假日几点起床？睡到饱，看前几天几点睡。大概12点。哦，12点。那你假日都在干嘛？上课，补习班。礼拜六。那礼拜日？礼拜日哦。自由时间。没有啊，去图书馆。你是去图书馆？没有，有人有约就去。哦。嗯，你平常假日几点起来？11点。那你假日在干嘛？我吃早餐吃到1点。然后那是早午餐，然后念书念到3点，然后就开始耍废，然后到4点再念一下，然后念钢琴，然后吃晚餐继续耍废，然后就睡觉。你现在都几点起来？4-5点。哦，那么早？为什么不能那么早起来？就是、生理时钟，我以为6点的时候，结果起来的时候、就是你会自动醒来，不用闹钟。那你起来都在干嘛？发呆。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然后睡觉我又睡不着，所以我就躺在床上发呆。所以假日会不知道要干嘛？啊？你假日会不知道要干嘛？会啊。嗯。你假日都几点起床？你是一直在睡觉？没有。我已经想法。几点？5点了。10点多。啊？10点。10点啊？那你起来都在干嘛？起床冲刺了。刷牙，所以你一直刷到几点？不是你在干嘛呢？你起来，你总要做点事情嘛。对，你玩手机啊？买东西啊。买东西。啊。那你假日主要都在干嘛？假日没有干嘛，就继续睡了。对。你假日都几点起床？10点了。十点了。嗯。那你起来都在干嘛？玩电脑。玩赛车。不是。那干嘛？就电脑。我就电脑。啊，你好，6点是？就是我爸妈看，出来。啊，你今天起床？早上8点。哦。晚上11点睡。嘿。爱起来都在干嘛？假日都在干嘛？然后。这个我看不下去。去一下图书馆，喝个咖啡。嘿嘿。然后去补习班跟别人播着古典音乐。好。然后。晚上在算个背个英文单词睡觉。你假日都几点起床？干你屁事！快点啊！几点？大概几点？啊？大概几点起床？从12点睡到1点起床，然后呢开始玩游戏，然后差不多玩到6点吗？所以假日都在玩游戏。不然呢？不然假日要干嘛？对，你假日几点起来？我假日我都7点多就起来。哦，那么早、啊？那你起来在干嘛？我起来在耍废，就是恍神状态。对啊。哦。那你就几点睡？我10点半吧。那么早？我11点睡。那你算乖宝宝。对啊。来继续。好，那其实发现有些人作息是真的还蛮正常的，有人4-5点就起来，他其实一般都是那种最早11-2点，然后吃早午餐的，基本上是这样。